来到跟百拉卡公路平行的观景平台，在这里休息片刻吧。这里有良好的视野，可以眺望七星山、小油坑跟整个的竹子湖。每年五六月梅雨季节期间，这一带的向阳坡面上泽兰开花的时候，总会吸引整群的青斑蝶来此汇集，忘情地吸食泽兰花蜜，也顺便帮助植物传花授粉，为植物繁衍下一代。它们是台湾出产的最大型青斑蝶类，翅表花纹特殊，雄蝶后翅有明显性斑，飞翔速度缓慢，所以当它们访花吸蜜的时候，游客随时可以轻缓趋近观赏，是一种很具有观赏跟教育价值的蝶类。